嗨，今天要来做抹茶的蛋卷蛋糕。那今天我要找 Felicia 一起做，那我现在打给她。Hello， 嗨，准备好烤蛋糕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好像第一步就是需要拿面粉，然后绿茶粉，还有那个 baking powder， 我们需要过筛两次。好，我们等 Liz 用，因为我已经作弊不放进去了。然后现在就要加牛奶了。你这边要绿，都绿了。很好。我们先整理一下，然后12分钟后见。好。那就先吃午餐，等一下见。好，拜拜。好，下午时刻到了，2小时过了。我们来看我们的蛋糕。